可以吗？都扫好了吗？麻烦你们先扫一下 QR code。我们最近讲课的方式跟课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就那个在就是跟着 note 这样，我会跟你们讲我们会接到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原则上的概念就是我们把微分，我们就是讲到微分嘛，然后讲微分的定义这样，然后接着我们就是看各种函数的微分这样。好，想法是这样，我们就是把在刚开始的时候把一些基本的微分都弄清楚，然后我们上礼拜主要是谈这个值对数函数的微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三角函数微分，好不好？我们用我们所可以有的工具去解决这问题，这样就是怎么去找这个三角函数微分。那讲三角函数微分呢，我们就要看微分的定义是什么。微分的那些公式都是算出来的，所以万一你不确定那个东西对不对，怎么样？自己算一遍，不要背哦，背是容易背错。背也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只有死记哦。我一直说不要背，一直说不要死记啦。好，那我们先来讲，就是在讲三角函数微分、微积分的时候，微分的时候，我们先来讲几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几个公式这样，我们会用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算这个 limit， 应该我把它写一下好了 ，d 的 dx sin 的 x，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h 趋近于零 ，sin 的 x 加 h 减掉 sin 的 x 除以 h 这样，好，然后 d 的 dx cosine 的 x 就等于 limit。h 趋近于零，然后 cos 的 x 加 h 减掉cos 的 x 除以 h 这样，这是微分的定义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微分，然后定义就是根据定义它就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核心的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 sin 的 x 加 h 是什么，然后 cos 的 x 加 h 是什么。我们就复习一下哦，这个微分的计算，可能有些同学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有补充过了，特别是一些第一志愿的同学，可能老师就教比较多，然后就补充这个啊。但是也请同学有耐心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也是很多同学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啊，我们很仔细的再把它讲一次这样。那 sin 的这个东西叫合角公式哈，它就等于 sin x cos 的 h 加上 cos 的 x sin 的 h。然后cos 的话刚好会是 cos 的 x cos 的 h 减掉sin 的 x sin 的 h。 OK， 这是合角公式。至于它为什么对我们，可能晚一点再来谈这个东西，你们高中应该都学过了，但我不确定你们高中有没有推导过，但是我们应该会找个时间再来推导一下，有可能是今天，有可能是下一次上课，这样确保每个同学对这个东西很熟。那我们在算这个微分的时候需要算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复习一下上次在算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当你不知道这公式哪时候有用的时候，你不会去记它嘛，通常都是在你需要用它的时候才会发现你需要去找这个公式出来。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定义 sin， 我们先算 sin x 加 h 减掉sin x 加 h 减掉 sin 的 x， 就把它写，把这个抄进来 sin x cos h 加 cos x sin 的 h 减掉 sin 的 x。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sin x 有一样的，这上礼拜有做过，但是我们今天就再做一次，这样很仔细的 sin 的 x 提出来之后变成 cos 的 h 减一加上 cos 的 x sin 的 h， 这样是根据我们计算结果，把同样有 sin 的东西把它提出来。那我们为了做微分，我们必须要除以 h 的，所以我用另外一个颜色来表示，我们就是用 h 除以 h。 OK， 那整个都除以 h 这样。那我们就因为整个都除以 h 嘛，我们就把
这个跟 H 有关的放一起，跟 H 无关的就放在一起，这样它就等于这个 sin 的 x h cos 的 h 减一加上 cos 的 x sin 的 h 除以 h 这样。就是啊，因为上个礼拜三讲比较赶，所以我今天就再做一次这样，把它仔细再做一次这样。这很值得看的，这过程很值得看，一看再看，看了几次都很值得。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处理几个东西。什么是 cos h 减一？你要去计算它嘛，对不对？计算这个极限，对不对？就是你要去 next compute 这个 东西，这 limit h 趋近于零 ，cos 的 h 减一除以 h， 然后还要计算这个 limit h 趋近于零 ，sin 的 h 除以 h， 这样。你是需要遇到这两个问题，就是你需要解决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必须回到想说，哎，我会不会算这两个极限这样？那之前我们在第一二节的时候有谈过这极限哈，我们一个弄哈，我们还没推导这个，但是我们会推导这个东西，就是 limit theta 趋近于零 ，sin theta 除以 theta 等于一哈，这个核心就是我们会用到这个东西。上次在化简这个部分也会算到，也会用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仔细写出来，会用到这个 fact， 就是 sin theta 除以 theta， 在 theta 趋近于零的极限是一这样。OK， 这是核心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所以后面这个极限呢、啊，就 sin h 除以 h 的极限就是一，哈，这知道的，所以剩下这个东西不知道这样。啊，因为上次讲的比较赶，我就仔细再讲一次这样，好吧？好。那我们会用到 sin 的一些公式 ，cos 的一些公式。我们有一个二倍角公式，高中有学过吗？二倍角 ，cos 的两倍的 theta 等于什么？就刚才那个地方嘛 ，cos 的 theta 加 theta 推导一次哈。我们刚才有一个合角公式，对不对？倍角公式就从合角公式得到的，就把它写成 cos theta 的平方减掉 sin。theta 的平方，对不对？刚才那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利用 cos 平方 theta 加 sin 平方 theta， 正弦的平方和正余弦的平方和是一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换，把这东西换成两倍的 cos 的平方 theta 减一，或是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theta 这样。OK， 这高中也看过了啊。你们现在再推一次也 OK 啦，因为就是会越记越熟嘛。像我这个东西，为了上课，不知道推了几百万次，几百万没有那么多次啊，几百次是有的啦。好，所以 cos 二 theta， 我们这个地方观察一下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哈 ，cos 的平方 theta， 它就可以写成二分之什么东西？一加 cos 的二 theta，sin 的平方 theta 就可以写成。二分之一减掉 cos 的二 theta， 我们就是二倍角公式，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等号的方向来看，它就是个半角公式嘛，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半角的东西，对不对？就原本是从两倍角推到一个公式，现在是一个角度，另外是两倍，所以这是半角公式，上面当然叫倍角公式，倍角跟半角公式它其实是个相对的东西，这样。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个 cos theta cos h 减一，这边刚好这个正负号是相反的哈。我们一个 cos 的 h 减一哈，我们就 h 就是我的两倍的 theta 好了，好不好？就这样看来看的话，就变成是这样。我们就这样看 cos 的两倍的二分之 h 减一，它其实就是等于什么呢？就是负两倍的 sin 的平方二分之 h。对 ，theta 是 h 等于二 theta，theta 就是二分之 h 这样开，可以吗？还是要写仔细一点，还是不清楚 ？cos 二 theta 减一嘛，你就把这个东西倒过来嘛 ，cos 二 theta 减一除以二，就刚好是负的嘛，就是 sin 平方等于那个
就 sin 平方等于二分之一减到 cos 二 theta 啊，你把一跟 cos 两个互换的话，差一个负号嘛，负号就给那个 sin， 所以 cos 二 theta 减一除以二，可以写成负的 sin 的平方 theta 这样。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写嘛，哈 ，cos h 减一除以 h 呢，就可以写成负二 sin 的平方二分之 h 除以 h，OK，、okay? 那因为我们想要用到 sin theta。sin theta 除以 theta， sin theta 除以 theta 这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就把它想办法变成这样子，负的 sin 的二分之 h， 然后这个二原本这里有个二呢，就放到分母区就变二分之 h， 可是 sin 它是平方嘛哈，所以这还有一个 sin 的二分之 h。OK， 可以哈，到这里没问题。那这里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theta。2h 2等于 h 等于2 theta， h 就是 theta 就是等于二分之 h 嘛，所以这里就是一个 theta 的样子，这就是一个 theta 的样子。好，所以 limit h 趋近于零 sin 的二分之 h 除以二分之 h， 其实就是什么 limit theta 趋近于零 sin theta 除以 theta 这样，好，可以吗？就是让 theta 是二分之 h 这样，我就可以算出这极限是一。这上礼拜有讲过了，但是我们想说再讲一次，这样三角函数大家比较不熟，所以啊、我用紫色这个圈起来哈，紫色把它圈起来，这个紫色圈起来这东西哈，极限就趋近于一哈。好，那接着 sin 的二分之 h 它的极限怎么算 ？sin 是连续函数对不对 ？sin 是连续函数 ，sin limit h 趋近于零 ，sin 的二分之 h。sin 是连续函数的话，极限值就是函数值，对不对？好，这是 continuous 正弦函数是连续的，所以连续函数的话怎么样？函数值的极限值就是函数值，就是把它带进去 sin 的二分之零 ，sin 零就是零嘛，对不对？可以吗 ？sin 零就是零，所以这个东西的极限呢就是零这样。可以哈，这上个礼拜有讲过了，我们就再讲一次。好，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咯，准备好了吗？可以吗？我可以往上滑了吗？我可以等你们一下，可以等你们一下。sin 的极限是连续的，它带进去就好了。你坐那边看得到吗？还是要坐这边？好，可以哈。好，可以，我要往上滑喽，可以哈，因为这很重要啊。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极限是零，这个极限是一，所以最后的这个极限怎么样？是不是就是 cos x 对不对？因为零乘上什么东西都是零嘛，前面那个部分，这个部分乘出来就是零，后面那个东西一乘上 cos x 就是 cos x 对，所以你马上可以归纳出一个东西哈。就是 d 的 dx sin 的 x 就是等于 cos 的 x， sin 的微分是 cos 啊， cos 的微分是什么？ cos 的微分是什么？啊？ cos 的微分会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怎么样呢？我陪你们算一次啊，其实基本上来讲我是不做这种事的，应该你们自己回去算，但是为了让你们看一次，好，上课就帮你们一起读书嘛，然后我就带着你们做一次啊。 ddx cos x 就是等于 limit， 我用比较快的速度做哈， cos 的 x 加 h 减掉 cos 的 x 除以 h， 根据定义是这样对不对？好，那 cos 的 x 加 h减掉 cos 的 x 就带公式变成是、cos 的 x cos 的 h， 然后减掉 sin 的 x sin 的 h， 减掉 cos 的 x 哈 ，OK，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一样 cos x 一样提出来变 cos 的 h 减一哈，其实跟刚才过程就几乎都一模一样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很快就可以算出来的，我们把它算一次，除以 h，
除以 h 全部都除以 h， 就变成 cosine 的 x， h 分之 cosine 的 h 减一，减掉 sin 的 x， 乘上 h 分之 sin 的 h。好，所以这边刚才看过，这极限是零嘛？哈 ，cosine h 除以 h，cosine h 减一除以 h 的极限，第一个那个圈起来那个极限是零，然后 sin h 除以 h 的极限是一，对不对？啊，所以零乘上 cosine 就是零嘛，后面就是一个负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cosine 的微分呢，就是负 sin？ 为什么？因为它是算出来的结果，它不是背出来的结果，它算出来的。所有你的微分的那些东西，它们基本上来讲都是算出来的结果。OK， 所以万一你不会、不记得了，请马上推导。而你推个几次，它就会很熟。数学就是这样学出来的。你要怎么熟这个东西？忘记就推一次，忘记就推一次，不是忘记了去看答案。然后把它记下来，你就记不起来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时候你是记不起来的，所以你每个关键每个过程都会算，你就真的会这个东西。推导才是那个最重要的过程，可以吗？可以吗？好，我们接着来换算 tangent 的 tangent 的，好不好？课本的解法应该是说，它就让你用公式带。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公式的时候，一样也可以推。啊，我们推推看，我们会卡到哪里，好不好？可以吗？推 tangent 的。反正就最重要是算这个东西，对不对？最后再除以 h 就好了，好不好？那怎么办？怎么算 tangent 的相减？你看哦，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嘛？怎么去解决问题？那就是你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脑袋没有的时候，你都会期望 Google 一下，别人帮你跟你讲答案怎么做，然后把它记下来。其实不要哦，我们要开始在进入大学培养思考嘛。什么叫培养思考呢？就是不要再去看答案了。碰到这时候怎么办？你要想看 cosine 是什么，你能不能用已知的去求未知的？科学就是这样，从头到尾我们都讲强调一件事情，你就是如何用已知的去计算出未知的，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吗？科学就是用已知的去算未知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cosine 跟 sin 的性质，对不对？所以能不能利用 cosine 跟 sin 去计算 tangent 的东西，这是核心就在这里，可以吗？那 tangent 什么？ tangent 跟 cosine 跟 sin 的关系什么？ tangent 等于什么？sin 除以 cosine， 对不对？好好，我们把它写在旁边哈。好，所以如何的利用已知去求未知，你就必须要找出什么呢？找出已知跟未知的关联性在哪里，可以吗？就是找出已知与未知的关联，这核心是在这里的关联。Connection， 不好意思，写中文，写英文啊。Connection。OK， 核心在这里，思考是在建立连结，所以你要怎么想这个东西，就是把你知道的东西怎么跟你不知道的东西连在一起，那叫做思考。好，那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哈。Sin 的 x 加 h， 太棒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Cosine 的 x 加 h， 哦，太棒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减掉 sin 的 x 除以 cosine 的 x， 好，太棒了。我们就把它通分嘛，你要算分数就通分，对不对？哦，通分嘛，吼，好，变成这样 ，cosine 的 x 加 h，cosine 的 x，sin 的 x 加 h，cosine 的 x， 减掉 cosine 的 x 加 h， 减掉 sin 的 x， 分母我知道。h 趋近零的时候我会算吗？对，因为分母是 cosine x 加 h， cosine x， cosine x 对 h 来说是没有变的嘛，对不对？它是常数， h 在变嘛，
cos 是连续函数嘛，对不对？好 ，h 去去你就把零带进去，就 cos x 嘛。分母的极限是 cos 平方 x， 对。但你当然要求那个分母要不等于零啊，哈，有个前提嘛，对不对？好，好，接着呢，分子 sin a cos b 减掉什么 ？cos a sin b 是什么？我知道你们没背啦，好啦，写给你们啦。sin a sin a 减 b 就是 sin a cos 的什么 b 减掉 cos 的 a sin 的 b。OK， 正负号哈，就把它写一下哈，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用公式解决问题，你当然是要记一些东西，当然是要的。你要一些知识，这就是知识的部分。做这个东西叫能力，素养就是这个东西嘛。素养一定要有知识的，你没有知识是没有素养的。它一定要含基本的知识，这叫做素养嘛。素养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不对？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嘛，我把它写在这里下来，等号 cos 的 x 加 h，cos 的 x， 那、啊、这边 sin 的。A 就是 x 加 h， 这是我的 A， 减掉太棒了，就是 x 呢，我的 B 就是我的 x 呢，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变 sin h 除以 cos 的 x 加 h，cos 的 x， 太棒了。我发现我会算呢 ，tangent 的 x 加 h 减掉 tangent 的 ax， 不好意思 x 除以 h 呢，我们就把 h 整理到一边了哈，我就直接写了哈，分母的可以算，它比较简单，分子的部分什么 sin 的 h 除以 h 哈，哎呀，我的分母就提到外面去啊。分子的部分有一个 sin h 嘛，啊，你分母除掉一个 h 嘛，就变这样嘛。sin h 除以 h 的极限是什么？这极限 ，h 距离的极限多少？啊？多少？阿北坤吧，多少？一，大声点，一哈。我们用了同一个东西，用了三次你就熟了，知道吗？不熟是什么？你用的不够多次啊。啊，这分母的极限呢，就是 cos 的。平方 x， 你那前提是混这个 cos x 不等于零，然后，所以 tangent 的微分有个条件存在的话 ，cos 要不等于零，极限要存在嘛？好，分母的极限要是不等于零啊。那 cos 哪时候不等于零 ？cos 要等于零是什么时候 ？cos 等于零是哪时候？90度跟270，对不对？好，好不好？所以我就直接写嘛 ，d 的 dx tangent x 就等于 limit h 趋近于零 tangent 的 x 加 h 减 tangent 的 x 除以 h， 它就等于一除以 cos 的平方 x when cos x 不等于零 ，cos 的导数是什么？Second 对不对 ？Second 啊，所以它是 second 平方 ，tangent 的微分是 second 平方，好吧？它定义微分的定义就是在 cos 不等于零，那就是 second 的定义域这样，可以哦。就是分母要不等于零，取还可以取极限啊，可以吗？麻烦你们用几分钟的时间算一下 cotangent 好不好？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算上看，答案是什么 ？cotangent 的微分。我建议真的算，利用这个方法，你们就会了。哦，对，一下就直接写答案就过去了，这样你们自己算一下，自己算一下。一样就是记得要写这个 limit
，hgg 零 ，cosine 的 x 啊不 ，cotangent 不好意思 ，cotangent。算一下，然后最后跟我讲答案，看你们最快可以几分钟算完。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能力，知道吗？就万一你们考试的时候忘记那个微分是什么的时候，拜托自己当场算。没有人会跟你讲那个公式的，所以你要怎么办？你要当场算，当场算就是这样。啊、同理哈、哦，你们把那个 secant 啊。cosecant 啊，都算一算啦、啊、很简单，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不用用什么公式啦、啊，啊，应该说不用，还没用到微分公式就可以算了。你们写完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答案，这样，那我就把所有的那个微分、三角微分都给你们，这样，你们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推。这样，我们等一下之后，我们再讲一些微分规则，我们会跟你讲另外一个推法，这样。那这个推法有个好处，它就会帮助你去使用这些你以前高中学到那些三角公式，这样，正余弦，然后不同的推法。它代表的是不同的思考，都很好的，没有什么是不好的。所有的思考，也许它你发现解一个问题，你发现你解的路很长，很复杂，但也是一个好的想法。短的想法更好，跟长的想法都是好的想法，只要你能够把问题解出来。这样，可有的时候你在电脑当中，你为了现实生活，你需要计算的速度，你根据有的去修改，这样慢慢去让它变快。我们一般来说做事情比较像是这样、哦、就是你要先想出一个方法，不管好跟坏，重点是那个思考的 方式，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理解这个？它是有一些对称性的，只要有 C 的余弦的部分，余弦、余切跟余什么 cosecant 叫什么余什么与什么鬼的，没关系啊，反正只要看到一个 C 在前面的，就有一个符号在那边，应该很好记啊。啊，只要没有 C 的 S T S 这种没有 C 的这种的，它没有符号，这样。这另外一个记法了，我都是这样记的。然后它是有对称的 ，sin 微分是 cosine，tangent 微分是 secant 平方 ，secant 微分是 secant tangent， 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哦，哦，这很重要哦，因为到时候我们会用这个东西解啊不定积分，一个非常困难的不定积分。我会教你们一个解不定积分的方法，那个想法这样。我的有一个我的一个部落格已经写了
可能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写了，那但是我是在2010还是2009左右写的部落格，然后我已经没有在管它，但是那个部落格那个文章搜寻最多的就是这个 tangent 跟 secant 的积分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东西去看，这样这么多年来累积文章累积数最高浏览数最高就是这个，这样就是这个东西。好，可以吗？我们要继续往下了，抽丝剥茧一下，就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没解决，叫什么 sin theta 除 theta 的极限为什么是一，对不对？好吧，就一个一个看，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的。Next 就是讨论这个东西，如何真的把它算出来？这样。好啊，你要怎么去想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极限？有同学上礼拜有问我啦。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要仔细讲，我本来就会讲了，那我们要仔细讲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想这个？你要想 sin 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sin 是怎么被定出来的？我们怎么去定义 sin？ 我们用什么去定义出 sin 来的？啊？单位圆，对不对？是单位圆嘛，哈。所以原则上来说，就是你有一个长度是一的，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对不对？就其实就是直角三角形嘛，哈。我们假设 theta 是介在零跟九十度之间，好不好？二分之派，好，有一个 theta 这样，那一个弧圆弧这样。sin theta 是就是这个，假设 a、b、c 好了 ，b、c 的长度就是 sin theta， 对不对？如果你的斜边长是一的话，对不对？可以吗？斜边长如果是一的话，你那个 BC 就是垂线的那个对应的 theta 对应的边，它长度就是 sin theta 嘛，对不对？好，边长就边长比像斜边嘛，哈、哦。好，那 theta 出现在哪里 ？theta， 你这是一个圆弧 ，theta 是就是那个弧长，啊 ，theta 就是这个弧长啊，这是弧长是 theta， 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好，我们把这两点连线好了。好，这就是 A B C D 好了。C D 那个弧哈、哦，把它连起来这样。C D 这个弧呢，就是 theta 这样。好，那 C D 线段长度是什么？可能不知道怎么算，没关系。但是呢？CD 的长度跟 CD 的弧长哪一个比较长 ？CD 直线线段跟 CD 那个弧哪一个比较长？弧比较长，对，它是小于 theta，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平面几何当中，两点的直线以什么为最短？直线距离最短。好，所以我们会用到几何公式哈。两点是直线 ，CD 是最短的，因为它是直线距离这样。几何公式哈，所以很多东西会回到几何的假设这样。好，那 CD 你有一个三角形 ，BCD 好了，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 BC 跟 CD 哪一个比较长？直角三角形斜边最长，对不对？好，所以它就小于这个 sin theta， 所以 sin theta 跟 theta 就有关系，就找到，对不对？可以吗？好，可以哈。好，然后呢，就延长这个，就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延长哦。我就用紫色来写延长，做一个垂直下来的垂线，这样好，就切线了、啊，等于是 D 是切线了、啊、D 是切线了、啊、哈。D 是那个圆的切线，这样，他们是焦点的切线，这样。那这段长是什么 ？AD 就是一嘛，因为它是圆弧嘛，对不对？它是那个圆弧半径。那我就是 CD， 一好了，好吧，一就是那个
第一点是锤，是那个切点，然后做切线，延长至一那个点，一点就是 AC 的延伸的那个交点，这样好不好？我就用讲的就好了。那同学来看一下哈，这个 ED 的长度是什么 ？ED 的长度是 tangent 对不对？因为 theta 对应边嘛，哈，你那个 AD 分之，我把定义写出来哈，不好意思，就是把定义写出来 ，tangent theta 就是等于 AD 分之 ED。那 AD 现在长度是因为呢它是半径，因为单位圆半径是一嘛，所以就是 ED 的长度，这样可以哈，好哦。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也做个垂线，做个切线，做个切线哦，到这里，这有个垂直的线。好，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切线？这蓝色的线是不是跟这个？我在这边讲好了。我这边做切线之后，因为这个是这个两个切线长应该会一样，对不对？这段长跟这段长是不是一样，对不对？因为它切这是一个点，然后做两个切线，切线长要一样嘛？这国中几何，对不对？知道这个吗？如果你一个圆外一点，做两个切线，这两个切线长会一样啊？切线段长到切点的切线段长会一样，对不对？可以哈。然后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对不对？所以斜边长比这个底边都长，对不对？所以这段长，哦，你看啊，这个一样嘛，哈。所以这个和是不是大于这个，或是这个和是？欸，等一下，我在写什么东西？我要讲什么？等一下。这段长是比这个弧长长，因为它看就知道，对不对？凸线嘛，吼。所以这个比这个弧长长 ，theta 对不对？我把它写下来，好，我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哎，我那个点叫什么 ？C D E F 好了，好 ，F 是那个圆外那个点，然后 C F 的长加 D F 的长。它是大于这个 CD 的弧长，对不对？好，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几何公设啦，它就是凸线段，如果它比较外面，它就是比较长啦，就是这样啦，它一个几何公设这样，这个长度比这个长，然后这个又比这个长，对不对？因为是直角三角形，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这个长，所以这个长度是比这个长还要长，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度是不是比这个长？可以吗？可以看得懂吗？好，我把它写下来。好，不好意思，我把它写下来。好，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有一个直角三角形，所以这个 EF 的长度它是大于这个 CF 的，所以 EF 的长度加上 DF 的长度它是大于 CD 弧，但是 EF 加上 FD 就是那个 tangent 嘛，这个是 tangent， 所以 tangent theta 就大于 theta 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哈。EF 就因为它直角三角形，所以直角三角形它大于斜边，就斜边比较长，所以 EF 大于 CF 这样，所以 EF 加 FD 就是 tangent， 它会大于那个弧这样，圆弧长。直观上几何看也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证明，用几何证明这样，所以我们就推得一件事情 ，tangent theta 大于 theta 大于 sin theta， 这是在零小于 theta 小于什么二分之派的地方，可以哈？有一个得到一个不等式嘛哈？我们根据那个几何的图形，我们画出这个不等式来，可以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的？有没有看听不懂的？我可以再讲一次。我可以再讲一次，如果听不懂，我可以再讲一次，都听得懂吼，确定？好了，我再讲一次，因为没有反应，我就要再讲一次。这两个长比这个凸线的还要来长，因为它是凸线啊，它比较外面一点，所以它肯定比较长啊，越外面它是越长的。然后
这个长度叫 theta， 那它小于这个加起来的长度，然后但是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长是大于邻边的，所以这整个长度是大于这个长度，那也大于这个长度，啊，这个长度叫 tangent， 所以 tangent 是大于这个 theta 的 ，OK？ 所以就得到一个不等式哈，在零跟二分之派的时候得到这不等式哈，可以哈。我们喜欢就是把小的写在不等式反过来，我们喜欢这样写啊，就是 sin 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哈。sin 的 theta 是大于零小于 theta 小于 tangent 这样。好，那根据这个 sin theta 小于 theta 大于零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推的 sin theta 除以 theta 是小于一大于零的，可以哈？可以吗？好，好，根据这个 theta 小于 tangent theta 这件事情。我可以把 tangent 写成什么？ tangent 可以写成这个 sin 除以 cos， 对不对？ tangent 呢、啊？可以吗？都是正的哦。tangent 就可以写成 sin 除以 cos， 把 cos 乘过去除过来，这样就变成怎样？推得 cos theta 小于 sin theta 除以 theta 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根据这个，不好意思，根据这个，这是第零个，根据这个，交叉相乘，我就把那个 tangent theta 写成 cos 分之 sin， 把它交叉相乘，把 theta 除过来 ，cos 乘过去，啊，因为都是正的，所以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根据第一式跟第二式，我就可以推得说一跟二。推的什么 ？cosine theta 小于 sine theta 除以 theta 小于一。好 ，limit、哦、因为这个东西是对啊零、到二分之派是对的，对不对？它是正的部分，零到九十度是对的。好，所以我们 theta 只能取极限零 plus， 就是它是右边逼近，因为它是。是大于零的部分逼近的，所以 cosine theta 是多少？它连续的嘛，吼，连续的话左极限右极限都一样，对不对？连续的话就是左极限右极限，连续的话它是极限要存在嘛，而且要等函数值，对不对？那左极限跟右极限是一样，就是极限嘛，所以就是 cosine 零这样，就是一 cosine 零的极限是一嘛，那当然取右极限也是一嘛，好。然后呢？一的极限呢，也是一，对不对？左极限，不，右极限，右极限的一的右极限是一嘛？因为一就是常数函数嘛，常数函数你右边逼近零也是一嘛，对不对？没有改变嘛，吼。所以你有可以用夹极，对不对 ？cosine 跟一就夹中间那个，所以就摆这个 sandwich 哈。squeeze lemma 哈，就是把夹极定理把它夹住了，就推得这个 limit theta 趋近零 plus sin theta 除以 theta 的极限就是一，可以吗？可不可以？好，左极限呢？这左极限呢怎么办？可以吗？可以到这里，夹极定理 cosine 跟一的极限就是都是一嘛，夹到中间那个东西 sin theta 除以 theta 极限是一嘛，但是那是右边逼近的，那左边逼近怎么办？我们剩大概五分钟的时间，讲讲看，我们一分钟就可以一两分钟把它想出来，最后就给一个结论在这边，会发现左右极限要一样嘛，对不对？极限它存在嘛，想想看怎么做。就是用已知去算不会算的嘛，对不对？你现在知道什么？右边极限是一啊，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算出这个来？可以啊，好不好？
你就让 theta 叫做负，角度你喜欢用哪一个？高中除了 theta 会用什么 ？phi 好 phi， 我就定它在这个好不好 ？theta 趋近于零 minus， 它是从负的方向逼近，我的 phi 是不是就是从右边逼近的？theta 等于负 phi 的时候，我的 theta 如果是负的逼近到零，那 phi 就是变成正的逼近到零了，因为它正负号刚好差一个啊。对，我就可以这样写 ：phi 趋近于零 plus sin 的 theta 是负 phi 嘛？吼，负 phi 对不对？可以吗 ？sin 的负 theta 是什么？它是什么函数？奇函数对不对？它负的就可以把它提到外面去了嘛？哦，啊，这要写在下一行，不然的话会卡到。太棒了，国中生就会的东西，负负得什么？负负得正啊，正啊，就变成 limit。好，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通常极限有些东西只是个符号而已啦，就是用 phi 啊用 theta 都一样，反正重点是它那个函数在哪里的行为。这个函数是从右边，从用 phi 的话就是 sin x 除以 x， 那是 x 趋近于零 plus， 那在附近的行为嘛。你用符号什么符号不重要啊，可以吗？答案是不是一对不对？刚才算出来的左极限跟右极限有没有一样？所以左极限呢，这叫三好了，这右极限。然后左极限算出来叫做4好了，左极限加右极限都是 1， 所以极限就存在。左极限跟右极限都是一样，就是1，所以极限就存在，可以吗？我就证明完这个我们没有讲到的东西，就是一直在用它，但是没有，就看图对，但为什么它对？我们今天终于证明了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吗？可以的话就休息了。我当然是可以跟你们留问题，我们等一下等到那个，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为了不要当薪水小偷，所以我最近给你们两分钟时间问问题，还是你们就休息呢？啊，休息啊，休息。OK， 可以吗？用已知的去算未知的吗？哎，我有上传了，上次笔记我有上传到那个。麻烦那个 QR code 要扫哦，这里已经给你们了，开给你们了。
好，我们要上课喽。九点的课是不是很累啊？九点的课啊，啊，我看你们都没什么精神呢，没什么精神呢。可以吗？醒过来了吗？有休息一个，给你们多休息一个几分钟了，有可以了吗？还不行哦。啊，那还不行的话，晚上早一点睡啊。晚上早点睡，晚上早点睡，晚上早点睡哦。哦，要不然的话很难那个。可以哦，这部分三角函数的可以的哈、哦。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谈一下函数的东西，就微分的东西了哈、哦。Derivative as function 这样，就是 derivative。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些感觉了啦。就是说我们那个 f'x 有个公式，假设存在的话，这个 limit 存在的话， x 趋近于h 趋近于0的 f 的 x 加 h 减掉 f 的 x 除以 h，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我们就叫 f'x 嘛。那我可以让 x 再变，对不对？我可以让 x 变嘛， x 不一定是要固定的嘛，对， x 可以变的嘛，所以我就得到给一个 x 得到一个值，它就变成函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f'x 的 f', 我们就定义一个函数 f', 它的定义就是它的 domain， 英文叫 domain， 就是什么呢？所有的 x 使得怎么样呢？这个极限存在的地方，就把所有的这个极限，就把 x 丢进去之后，然后 h 趋近于零，所有的那个 x 把它找出来，那它就是我的这个 f' 的定义。我需要定义需要一个集合嘛，对不对？你要定义函数，你要集合，要有定义，要有对应嘛，吼。那我们先定义 f' 的定义，它是一个函数哈。那这个函数的定义就是在所有的 x 让这个极限存在的地方这样，然后它这个函数，这我们叫做 df 哈，叫 df prime， 跟它是 f prime 的定 d， 这个 d 其实就是 domain 的第一个字母哈 ，d 我们用 df prime， 这 d 是 domain 哈，所以 f prime 这个函数它的定义，这是定义 domain， 那对应域呢叫做 r， 叫做 core domain。对应域哈，函数的定义方法就 x 指定之后变成什么？它的导数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函数这样，可以哦。我们来看例子一下 ，f(x) 是多项式好了 ，cnxn 一直加到 c1x 加上 c0 多项式函数 polynomial function。然后它的定义在哪里？微分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在问你函数在什么地方可微嘛，对不对？哦，就是可微的地方 ，f 可微的地方。那多项式函数可微的地方在哪里？全部都可为，对不对？它每个点都可为，对不对？它是就是 r， 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哦，函数嘛，哈。好 ，sin 呢？它的定义微分定义在哪里？也是 r， 对不对？每个点嘛，哈。cos 也是嘛，哈。好，再看一个 tangent 呢？好像不是每个地方都可微分，对不对？
但是天权的定义在哪里？先把它domain找出来。天权的定义 ，x， 但是 x 怎么样？不等于二分之派加 n 派，对不对？它不能是九十度的，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倍数啊，对不对？它不能是九十度两百七啊，或是它负的部分嘛，哈 ，n 是整数嘛，它不能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好，那它微分的地方呢？微分的定义呢？可微的定义在哪里？跟一样，对不对？因为它其实就是在刚才看过的分母要 cosine 不等于零的地方，其实就一样嘛，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哎，tangent这个函数，哦，它的每个定义里面每个点都可微分，这样。它可微分的点也是在这个啊，就是定义里面的每个点 ，f 的定义的每个点都可微，哦，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看个例子，哦，f(x) 等于根号 x 好了。它定义在哪里 ？df 的定义就是在 x 大于零，对不对？大于等于零，对。根号 x 有定义的地方就是正的地方吗？大于等于零吗？那它可微的定义在哪里 ？df prime。你要怎么做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找出这个范围？在哪个地方是存在的？那 f 哪个地方可微 ？df prime 就是 f prime 的定义，导数的定义。那导数定义就是 f 那个函数可微的地方。那函数这个函数在哪个地方可微？根号 x 在哪个地方可微？你要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东西去算哦。x 加 h。你要算定义，就是要算这个极限存不存在，对不对？记得哈，这个定义很重要。你所有的数学都是从定义去出发的，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回到定义。这边 limit h 趋近于零，根号的 x 加 h 减掉根号的 x 除以 h， 这样。OK。然后呢，我们就是用这个，你们已经看过，你们有一次作业就写的这个东西，就是跟 a 加 b，a 减 b 这样。我还是很有耐心的写一下这个过程，不是为了拖延时间，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好，啊，不好意思，少了这个。好，啊，所以分子的部分。就被 a 减 b 乘 a 加 b， 就 a 平方减 b 平方嘛，用了一次这个东西的公式哦。我这次写答案哦，就是 h 分母有一个 h， 不好意思，是 x。好 ，h 消掉了嘛，哈，等于 limit h 趋近于零，一除以根号 x 加上 h 加上根号 x。好，你希望能够把那个 h 带进去吗？因为根号的这个极限可以互换嘛，哈，就是我们有这个东西嘛 ，limit h 趋近于零，根号的 x 加 h， 这个东西带根号可以 pass 进去，根号有一个 root， 就是一个极限的规则 ，root 是可以放进去 ，limit 跟 root 是可以互换的。那 x 加 h 是多项式，把 h 带进去变根号 x 这样，对不对？所以 limit h 趋近于零，根号 x 加 h 加根号 x 的极限就是两倍的根号 x， 对不对？可以吗？那你希望能够把这个极限拆成 limit h 趋近于零一跟 limit h 趋近于零根号 x 加 h 极限的相除等于相除的极限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做这个动作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
是回魂哦，较紧醒过来哦，哎呦，赶紧的哦，回魂哦，不是，赶快醒过来。等下，分母要怎样？不等于零号，对对对，麻烦讲大声一点，分母要不等于零号，他就给拆嘛，对不对？哦，所以就极限是二根号 x 分之一，但 x 不等于零，所以会发现怎样？就是在 x 不等于零的时候。x 又大于零嘛，哈 ，x 大于零 ，x 不等于零 ，x 又大于等于零，表示怎样 ？x 又大于零的地方，它是成立的嘛，哈，这样子可以吗 ？a prime 定义是什么？就是这个，那 a prime x 就是根号的一除以二根号 x 这样，好，所以一定要会推导，不要只记公式这样子，万一公式忘了，就自己推一遍，可以。哦，可以哈，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导数看成是函数，因为我让 x 在变，这是变式 variable，x 在变的。好，然后给一个变数，然后指定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函数了哈。定义在这里哈，可以吗？我看这个例子就好了哈。好，可以。所以其实它可以这样写啊。given 一个 function 是 f 是一个 function， 然后写个 remark 一下哦。它的 domain 呢，它的微分的 domain 其实就是说的 a 使得怎样 ，f is differentiable， at a 这样。f 微分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函数，你要怎么看成函数？你要有个定义域，那它定义域的定义的地方。就是在 f 可为的地方哈，那个定理一下。如果函数是可为的，则 f 也是连续。这很重要哦。若 p 则 q 啊，如果 f 是可为，它一定是连续，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期中考的时候跟我写什么，这十可快十九年十年的时间，我要他证明函数可为，他做了什么事？因为函数在那个点连续，叉叉，我跟你讲，如果期中考出现这个，我一定要给他扣倒扣十分，我要这要记起来，我录影，我有录影。那个，如果给你一个题目，跟你讲说函数可为，然后你给我答理由是说那个点连函数在那个点连续，所以它可为。我跟你讲哦，倒扣十分哦，没有开玩笑哦，我要特别记在这边一下，没有开玩笑哦。你要怎么证明函数可为？就是极限存在啊，这个地方啦、啊、哦，有没有用那个极限存在啊？你要算那个极限，问可不可为，就是在问那个极限有没有那个差分，那个极限存不存在？这样子，你证明它存在，可以算出来，那就是可为，而不是要跟我讲连续。倒过来不对哦，连续不一定可为哦。我们可以有那个例子哦，那个 the converse statement 特别讲一下，写大一点，这个星星 the。Converse is false。啊，不好意思，我不要用这个颜色，我要用红的。The converse is false。连续没有 imply 它可为，我们可以看个例子哈、哦，绝对值函数哈、哦、是连续的啊，但是呢 ，f is not differentiable at 零哦，它在零也连续嘛，连续就是每个点都连续嘛哦，但是它在零那个点是不能微分，它连续它不能微分哦。我讲哦，又讲哦，啊，特别讲一下，因为每一年哦，
在考试的时候考这种简单的东西，真的会考很简单，结果他给我算错这样。那算错原因是因为他跟我讲说，因为他那个脸连续，哦，我又讲哦，啊，如果期中考有人考出来，那肯定是没来上课的，或是没有看影片的。有讲哦，可以哦，可为影派连续，但是反过来是有反例的，可以哦。好，来讲证明一下啊 ，proof 啊。F is differentiable， 什么叫 differentiable？ 什么叫 differentiable？ 就是这个 F prime A 要存在嘛，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存在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极限存在嘛，对吧？对，好，哦，那什么叫连续？什么叫连续？极限值是函数值，对不对？你C里面哦，我放这里放个问号哦，就希望能够证明什么？它的极限值等于函数值，对不对？我放个问号好不好？不知道，对不对？